在这一期的《爸爸去哪儿五》中，节目组不为萌娃哭闹，玩起老套路，换爸爸陈小春如愿抱走小泡芙，刘畊宏却撞上永恒大王。然而最让小编感到暖心的是杜江和小小春。与其他爸爸不同，杜江来到小小春家，但一开始就告诉了小小春自己来这的目的，没有用谎言来拖住小小春。网友们纷纷大赞杜江的教育方式简直就是教育界的模板，小小春一时难以接受，紧接着就痛哭起来。这时候杜江并没有慌了阵脚，而是选择和小小春好好讲道理，虽然花了一点时间，但是懂事的小小春还是接受了杜江。事件证明后来两人相处的也十分愉快。到了晚饭时间，杜江怕小小春坐冷板凳着凉，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小小春铺在凳子上。吃饭的时候杜江也一直没闲着，只顾喂小小春，自己都没吃上一口。饿了一天的他真的是完美男人。看着杜江对小小春所做的一切，小编真的被杜江感动到了，这个男人简直细心到不行，每一个小举动都是那么的暖心，估计陈小春看了都自愧不如。而因彩儿作为小小春的妈妈，也十分感谢杜江对小小春的照顾，并感动地回应了7个字：谢谢你的付出。